接下来重点开始进入所谓的台风警报。台风有一个所谓叫做七级风暴风半径，中心最少要八级风，越往外面风速越弱，落到七级风地方画一圈叫做七级风暴风半径，这个圈圈之内叫做暴风范围，暴风范围，这个跟我们报台风警报有关系。如果24小时之内，暴风范围会进入我们台湾的警戒海域100公里之内，我们就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。啊，暴风范围会进入100公里之内，就发布海上台风警报。如果18个小时之内，我们的暴风范围会擦过台湾的陆地，台风眼如果上到陆地，叫做台风登陆，不用登陆，只要暴风边擦过陆地，会擦过陆地，我们就发布海上、陆上台风警报。台湾没有陆上台风警报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是个岛啊，有陆上就一定会有海上，所以我们是海上、陆上台风警报。然后如果台风走掉、离开我们了，或它死翘翘不见了、消失了，中心到八级风以下，就发布解除警报，就发布解除警报。OK， 好，警报，警报呢？这个看完就算了。上面有一个什么台风，什么名字，什么编号？台湾有个编号啊，9714，1997年第14个台风，会有个名字。最古老的时候，北半球用女生的名字，南半球用男生的名字，一看就知道是什么半球的台风。后来被女权人士抗议，台风经常带来灾害，你都娶女生，你都觉得我们女人是祸水吗？啊？所以他们就要改完之后改完以后变成男生女生男生女生 A 到 Z， 有些没有，然后有四组轮流用，轮流用。现在又改了，请我们在我们这附近海风，请我们在附近的周边国家每个国家出个名字。四句我没有背，我乱想的啊。第一个名字日本人取的，第二个韩国人取的，第三个泰国人取的，第四个香港人取的，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名字。所以常常出现一些怪怪的名字，就是因为各个国家自己取的。然后大陆方法跟台湾方法不太一样。现在我们好像学校跟大陆一样，跟大陆有那种翻译的方式啊，跟大陆翻译的方式，不管它，反正名字。然后台风警报，对了，警报单，南亚国中断考考过这个，警报单，这个叫做预测未来的台风中心位置。大会讲。实线代表过去，虚线代表未来。未来台风会到这里来，未来台风会到这里。OK。然后这就是所谓暴风半径，七级风暴风半径有这么大啊，就是我们的暴风范围啊，暴风圈啊有这么大，哦，大概都这么大，啊，这么大。这个符号，这个符号表示台风的等级，有两个，这种空心的。叫做轻度台风，实心的叫做中度台风或者是强烈台风，这台风的符号，这台风的符号 ，OK。然后呢，斜线就代表我们会发布警报，我们说它可能会受到台风影响的地方，那就斜线就是受到警报的警戒范围，这些要注意，台风会影响我们。啊，刚刚跟你讲了，实线是过去，虚线是未来，这代表台风以前这样走过来，台风以前这样走到这里来了，好，以前这样走过来，然后呢，未来呢，预测会这样走，啊，走到这里来，啊，这就是预测，所以实线是过去，虚线是未来，但是现在基本上你在电视上看到的都不是这个，是这个。这个学测考过，学测考的时候，他的文字叙述有点问题，我就算了，原谅他。叫做扇形预报图，扇形预报图什么意思啊？就是我说台风现在在这里，然后呢会这样，然后呢有的时候这是今天这样，然后有人会然后变这样，然后变这样，然后变这样。有一些大哥以为这叫台风越来越大，不是，这是我可能去的范围越来越大，因为
台风预报很困难。台湾在这里，台风在这里，台风降走和降走对台湾影响差别很大，你预测不准就比较屌。所以现在呢就这样说，我说台风进来在这里，我预测它可能到这个范围之内，它如果降走预测是对的，降走我预测也是对的，降走呢不对没有关系嘛，这一次就百分之多少70而已，就30%你也不能怪我吧，70%肯定落在这里，所以这叫做我预测会走到这范围之内，所以今天比较小圈嘛，明天会比较大圈，会越来越大圈嘛，那不代表台风越来越大的意思，就是这是又是台风的警报单，所以要认得这里上面所告诉你的事情。这个考题，莱雅国中段考考过，台风警报单跟你讲什么事情？台风的符号，它以前在哪里？现在在哪里？以后可能会去哪里？回去能去哪里？这是警报单，请你要了解。OK， 有人有问题吗？没，很好。